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。 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天气了，忍不住就试射了几张，还蛮好看的。Oh, I come from Alabama with my banjo on my knee, and I'm going to Louisiana, my true love for to see. Well, it rained all day. 娟，没事，我们自己看就行了。这个颜色死亡芭比粉，你这个直男。死亡芭比粉。全是死亡芭比粉。果然是直男，选出来的都是芭比粉。你让妈妈买哪个？我一般买就买这个。看阿姨涂的好不好？好看吗？哎呀，他会夸人的。今天我们是去迪士尼，然后这是薛先生，一脸专注的薛先生。你不要开镜头了，你还是好好开车吧。然后这个后面，哎，阿南你能看到吗？阿南躲在我的后面吃东西，他在吃东西。然后这儿小学挨着你去了。我们今天去迪士尼哦，我尽我自己的努力多拍一点片段，我尽力啊。其实我平常好像真的不太爱拍 vlog， 然后就在外面拿着一个相机蛮注目的，很奇怪，明明昨天晚上洗的感觉又油了。哎，我们到了迪士尼的时候再见啊。我感觉我有一些晕妆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晕的。有晕吗？是我没有晕哦，那个黑眼圈重。我以为我晕的，原来没有晕。先看一下我嘛。我给你看啊。我感觉这一点它可能有点像安吉拉。就很多人有时候他长得像那个，就是刷一男儿啊。我觉得是刷一男儿。你这个有防抖功能吗？没有。我把机械的电子拿走了。好，今天没什么人啊。今天没人好啊，有人了你还不敢弄呢，是吧？哦，上面还有花，上面有花。你这走来走去的，这背景音乐配的要隆重一点，这飞来飞去的。飞来飞去。我想到了昨天我拍的那个探店。薛先生，薛先生，你是这样跑的？你刚刚是这样跑的？没，学给你看啊，我学给你看。你这夸张的来跟米老鼠跑一。你知道你像什么吗？米老鼠。那个韩剧《杀了我，治愈我》里面。五八。蔡东西，这是我们刚刚买的发箍，我买的是金色的。Hi. 看一下阿南的。作为贵州人，出门在外一定要有辣椒。然后点了一杯饮料，我操，我忘记说了，这饮料是热的，我不喝热的东西，我是冲着这个杯子买的，我觉得这杯子好看，可爱吧。我现在在吃面条，这个面条和我们那天吃那个烤肉一个味儿，甜的。
特别选的辣的，但是这个是甜的。辣不辣？不辣。孩子做的啊。薛先生吃到了一个米奇蛋，来看一下这蛋是咋做的。哦，这上面还有这个嘴巴，好像是。哦，硬硬。它可能是硬进去的吧。那它是怎么煮的呢？不知道。米奇蛋，你要吃吗？米奇蛋。米奇蛋。来，薛瑶在这边。米奇蛋，米奇蛋，米奇什么冒险岛？探险岛。哦，探险岛。我感觉人好多，人特别多，比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多了好多好多人。现在我们来坐海盗船。海盗船这人比较少，一来就能坐，就直接上就行了。哇哦，来看看，好玩啊！哇。我们现在在进来。我想我们都同意，没有礼貌的冒犯简直是惨不忍睹。哎，挺好看的。我现在跟哈利波特似的。惨不忍睹的冒犯。哈利波特。哦，这还有个镜子。让人藏在这一层甲板上了，总共五根羽毛啊！啊，那走吧。帮我找找，找到有赏赏金。赏金？谁说赏金？我说的。我说的，我说的可以吗？你咋不说话了？哎，你咋不说话了？我说的赏金，别瞪我，别看我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啊？阿波萨船长的帽子好看吧？不好看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翻得动吗？翻不了的。天哥在翻波障术啊！我们假装在翻，这要拍照片的呀。不是嘛？没事的，假装。嘿，嘿，兄弟。喂，朋友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我们现在在坐海盗船。这个海盗船不像海盗船，像蹦蹦床。哇，这好看呢！哇，哇，真的酷炫！可惜我的相机没有电了，看着就很未来，很动感，很害怕。我感觉自己要摔下去。我现在和阿南做完那个什么来着，穿什么光速轮啊？我一直在叫，太害怕了，一片漆黑，我都不敢睁开眼睛。做的时候的表情啊！你看阿南在笑，我在狂吼。我来阿南家总共几天？6天吧。
除去坐车的时间，70%我都在睡觉，还有吃东西。本来说我们去山上看一看的啊，山也没去。然后我们还准备去干嘛来着？湖边。湖边也没走，哎。在去往高铁站的路上，哎呀妈呀，今天没有眉，用眉梳画的眉毛有点浓啊。一灯都没看在化妆。莫瞎画，我没找到我的刷子，我今天的粉饼都是用那个上的，用手上的，我觉得用手机录更容易看出来我脸上的瑕疵。我脸上最近有这蛮多痘的，然后我不是要和一个品牌合作嘛，他家要求我出就使用前和使用后啊。朋友们，现在请记住我这张化完妆的脸，到时候我们视频里面看有没有效果啊。我应该是4月份才出这个视频，这个合作的视频，大家看一下啊。现在我们去火车站。来阿南家的这几天，谢谢阿南和谢先生的款待，都特别仔细，特别周到。我也吃了很多狗粮，可爱的